欢迎大家来到漂亮的战斗，本期主题是友谊。大家今天的目标是在一年一度友游大赛中守护你的朋友，赢得冠军。真好，今天的主题是浪漫吗？还下着雨。哇哦，他俩像两只大马。这俩是啥玩意儿？我觉得他肯定是保护谁。感觉这个人心里有问题。超越，你怎么这样？谁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就盯死他。那个，我回家吧。我锁死了。哎，有问题，他有问题。天哪，这前面都是骗人的。哎，好烦我。骗子，报警快，抓走。比高考难多了，我觉得。曾仁熙，我谈没谈过恋爱，你心里没数是吧？什么？什么？你在 PUA 他？你自爆人设！你永远读不懂我。你别跟我说话了，我全给你弄成。我舒服服来的关系。走，咱俩约架去。姐姐姐。王胜利。他就是一个长得很深的男人。